少你从小就知道你很会唱歌。不会唱歌，也不会运动，就有点没自信。回去就问我妈说，妈，我是不是原住民？妈妈就开玩笑说，我们不是原住民，我们是韩国人。我就是因为很少跟你联络，我去台东玩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找你。那是有跟老师交换联络方式。所以你是特别怕食量大的人。喂，不是，我可以请他吃饭。